好，请各位学员就坐。这个前不久有一个非常让人心痛的消息，天津由于我们的针灸医生啊给病人砍死，那么这个听了以后我们是非常的难受，同时我们也在想，中国怎么这么多的精神病。上次我看全国是疾控中心提供的资料说，中国大约有近1亿人有精神心理的障碍，那当然这个它是指稍微轻微的一点的心理的一些问题，它都这个都算在里头。那不管怎么说，中国人特别是现在的中国人出现的这些精神心理疾病是值得我们中医去关注的。我们南京的脑科医院原来门面很小，现在越搞越大啊，收入也不错，为什么？就是这个群体太多了。我的病人中间我也发现很多的慢性病人，不同程度的都伴有一些心理的障碍，而在这个方面就需要我们去干预，特别是用药物去干预。用什么样的方方不少啊，如果我们专门来讲精神心理疾病的经方有很多张方，在这里我要向大家推荐一张柴胡类的一张治疗精神神经心理疾病的一张用方，柴胡姜的布牡蛎汤，因为这张方临床的用的也非常好。这张方大家看一看，药味要比大柴胡汤要多一点，柴胡4两，黄芩1两半，人参1两半，桂枝1两半，茯苓1两半，半夏2合半，大黄2两，龙骨1两半，牡蛎1两半，生姜1两半，大枣6枚，千丹1两半，药味要多一点，但是药量不大。特别大家看一看，柴胡仅仅是大柴胡汤的一半，只用4两。再有我们历来认为应当用重用的龙骨和牡蛎，它的用量也只有1两半。所以我在临床上用龙骨牡蛎，我用量也不大的，也不一定要用到30克，哎，有的用个10克、15克啊也够了，因为张仲景用量本来就不大，另外它也没有先煎，没有先煎，所以我也不先煎。另外柴胡姜龙骨牡蛎汤用量只有4两，柴胡的用量只有4两，所以我的这个在这个时候用量就不需要像大柴胡汤或者小柴胡汤用8两的那么大。这是我的用量，这是成人一天的用量。千丹药房里没有，所以我们是不用的啊，不用也可以，但是有的时候根据疾病的不同找一些替代品。看看经典方针，张仲景说这个柴胡姜龙骨牡蛎汤治疗的这个人呢、这个人是生了这个伤寒有8、9热，下肢又通过了这个前面的医生给他下的方法啊，估计他这个人呢有可下之症，但是下了以后病人还是胸满烦惊小便不利沾雨一身静重不可转侧，这样的情况下用柴胡姜龙骨牡蛎汤。这个条文非常重要，张仲景的条文言简意赅，而且他非常的生动啊，可以说都是画龙点睛之笔。它的不是一个全体，它往往只是一个局部，它可能是最最关键的，反映这个方针的最最核心的这些指针，它点出来。那么这句话，这一个条文，它往往是把柴胡姜龙骨牡蛎汤的主要的特征、方针的特征给说清楚。我们来
做一个阐述。关键词：凶满繁经。凶满繁经，我把它分成三个症状来解释。首先是凶满，凶满是一种感觉，是一种主诉，它不是他觉得指针，它并不是胸廓变形。病人主诉胸闷或者呼吸不畅，这种呼吸不畅感，但是我们看看他呼吸道本身没有问题，但是他有这种胸闷的感觉，呼吸不畅的感觉，我们有的苏南人说气透不过来，苏北人说气不够喘，他有，我们这边有这样的说法。同时大多数患者表现为情绪的压抑或者忧郁，这就是胸满。所以胸满这个，你们不是仅仅看到这个胸部的问题，而是要把它作为一种精神症状心理症状来理解。第二个是烦，烦是一组症状，它不是一个症状，它是一组症状，甚至可以看作是一种病。古时候经常用一个字来反映这个病，因为古时候讯不如今它不可能像现在我们可以打的写的那么详细。烦我们理解为一个烦综合症，或者是烦这个病这个特点就是那种烦乱扰心不安的这种症候。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所讲的注意力不容易集中是烦，我们所讲的记忆力下降也是烦。现在孩子们有些，我发现 大学生有的时候要考试之前他记不住单词，那不是他脑子不好，不是肾虚，你六味地黄丸天王补心丹不治养心丸没有用的，他是心火旺烦躁或者压抑了以后有阳郁导致了烦，这是烦。工作效率低下有很多人烦，心烦意乱以后他左也不是右也不是，想前走吧又想后退，后退了又想前，他左那这个导致他的工作效率的低下，这个都是烦。同时有很多人表现为睡眠的障碍，比如说入睡困难，比如说多梦睡得很浅，这个都是烦。还有情绪的不稳定所以一个字上有很多的文章可以做。精更是用柴胡姜龙骨牡蛎汤的一个重要的特征。精是什么东西精是一种突发性的不适感、不安感、恐惧感，就是精，突然之间的突发的精微。那可能病人会出现抽动，可能会出现出汗或者失眠或者恍惚恍恍惚惚或者头痛或者晕厥，这个症状都是可以出现的比如我们所讲的惊恐，它就是一种恐惧感。惊梦就是晚上做噩梦，失眠晚上做噩梦。惊悸就是伴有胸腹部的一种剧烈的一种跳动感、不动感。惊风就是抽动，惊厥那更厉害了，整个这个昏迷了都可以惊厥昏迷，高的惊厥像这种都是属于精的范畴。所以这一个字文章也很多这是第一个关键字，胸满烦精。那么这个我就是刚上网的这个上网把这个拿下来给我，这个我们金方三龙上有一个叫王成果医生他是山东聊城人，现在各地有很多的金方医生聊城这代有不少山东有不少金方医生。王成果发表了一个帖子，我感觉非常有意思，他用柴胡姜龙骨牡蛎汤来治疗了一个发作性环境陌生感，这个非常有意思。这个姑娘23岁，身高1.60米，体重48公斤，脸色略会黄，脸是瘦长脸。他说当时什么呢，是一周来因为工作紧张经常出现周围陌生环境，这个周围这个环境出现陌生感，持续数分钟消失。什么叫陌生感就是说埋头工作的时候一抬头突然感觉自己处在一个非常陌生的环境里，包括周围的人好像都不认识了，几分钟以后再醒过来原来是这么回事再恢复正常，就是这种突然出现突发性的这种环境有种陌生的感觉。那么这个病人讲到他上高中的时候因为高考
学习紧张，也曾经频繁的发作过，当时也没有查出原因来，唯此辍学，不能上学。不上学了以后，这个情况就好转了。除了这个感觉以外，他也伴有闷、胸闷、头啊，有这个胃胀，但是没有头痛，没有头晕，月经也正常，腹肌按了以后紧张，腹肌也紧张，就胸胁腹满的，这个就是古时候所讲的胸胁腹满的之症。就这个人，他用了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加上了白芍。柴胡十六，黄芩十二，半夏二十，党参十二，生姜十二，大枣六，桂枝十，肉桂五，茯苓二十，大黄六，生龙骨、牡蛎这个各三十，白芍二十，三剂。就这个方吃了以后，就没有发作。十二月十八号复诊的时候还是没发作。这是我刚从网上下来的原文，就这样的。那这个非常有意思，它刚好为我们理解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症提供了一个非常鲜活的一个资料。突发性的这种恍惚或者陌生感，所以这个是加那两个经。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方证的第二个关键词叫一生敬重不可转测，这八个字非常重要，它表示了一种抑郁的状态。一生敬重不可转测，很多抑郁的人他就表现为抑郁的迹象嘛，疲劳嘛，行动迟缓嘛。同时一生敬重不可转测也是大脑功能损害的一种表述你看很多人这个出现了末僵状态，或者出现了这个供气失调帕金森出现了帕金森病出现了那种小碎步步履蹒跚等等，他这个都是用一生敬重不可转测，所以他用这个八个字活灵活现的把这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症的一个特点给勾勒出来。有的病人就会主诉身体重拖不动没有兴趣上次我治疗一个老师，他的一个主诉是什么，他说我上不动课，但是查下来没有问题，每次上课教室里他一定要用麦克风，否则他讲不动话。吃了很多的补中益气汤就是解决不了问题，中气不足，对，但是补中气的没有效。后来我一摸膝下硬嘛，也是的摸两膝下硬然后晚上睡不好觉这个怕冷穿了很多衣服，最后我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用了以后竟然很快就恢复，后来告诉我就气明显他就能够提出来了他这个也是叫一生敬重不可转测，就是这种疲劳感，一种非常严重的疲劳感。第三，小便不利。原文上讲到小便不利，这个小便不利是什么，是个躯体症状，小便频、尿频或者尿失禁，但是检查没有什么异常的发现，这是一个躯体症状。小便不利这是一个经典语言，方证语言比较模糊，猪苓汤症可以出现小便不利，这个是小便疼、尿频、尿急、尿痛，小便不利。五苓散症可以出现小便不利，五苓散治疗的小便不利，那可能是小便量少可能是出现浮肿，这个小便不利。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也出现小便不利，这个很多是小便频数，但是它不痛或者尿失禁。就像人一惊吓以后可以出现屁滚尿流出现尿失禁一样的道理，一泡尿就撒在裤子裆里了这个都是和精神因素有关系的。第四个，谵语。这句原文上谵语两个字，这是一个脑病的一个特征性的症状，我们可以看作是大脑思维以及语言的障碍，那也可以算是一种精神障碍。张仲景曾用谵语两个字来表示，所以这个前面我们讲过的胸满烦惊一生敬重不可转测谵语小便不利这个是把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方证的典型的关键的指针点出来了。问题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正确的理解它。
同样我要对柴胡江龙公牡蛎汤人这种体质这种人群特征我要给他做一个勾勒，要让他活起来，让他在到我们面前我们可以认识这个人是什么样子的。脸长少表情，这些人大多数就是体格是中等偏瘦，脸型我发现长脸居多啊。为什么长脸也说不清楚啊，先天可能有因素啊，但是也有的后天由于他不笑了。大家知道画笑脸的话都是脸要圆的，嘴巴往上翘啊，眼睛要眯起来，那这个就是笑，脸都圆的。他不笑表情淡漠，所以脸就长的。同时我们发现这些人眼裂也比较狭长，因为一般人你精神饱满的时候眼睛都是瞪大的，你眼睛圆了，他都是眼睛没有力的啊，所以他眼裂就狭长的。脸是黄或者白，大多缺乏光泽，脸上没有光泽，表情淡漠。有人说这个脸像涂满了浆糊啊，浆糊脸，他比板的没有表情的啊，是不是有的？或者有的是叫网上的语言叫苦瓜脸啊，是苦瓜脸。所以我也专门来找苦瓜脸，后来网上有这样一个苦瓜脸，是指这个意思啊，我想有点差不多。用柴胡要非常注意他的肌肉的表情，很多没有表情肌肉或者僵硬或者这个无力的，这种大多数我们要用柴胡的。我曾经很有意思，我不仅从表情肌上推出，我推到什么，就是有些这个骨骼肌出现了这个萎缩啊，或者骨骼肌出现了痉挛，我照用柴胡肌也有效。有一个小孩子肌营养不良，我是用小柴胡加半夏厚朴汤柴胡汤用的不错啊。还有的一个这个有一个是不明原因的肌肉萎缩，我也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加栀子厚朴汤，结果这个肌肉萎缩居然恢复了。那这个就是从他的肌肉可能出现了什么问题有关系。第二个，从性格上来讲，这些人偏内向，他不像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有的时候还比较明显的这个有焦虑啊，或者是暴躁的，他这个一般都是偏内向的。这些人很多病人来的话大多数不抽烟不喝酒，叙述的这个来讲的话语速比较慢，而且话语也不多的，而且这些人办事比较谨慎，他比较这个不那么张扬，就是比较内敛的，有这样的一个特点。从他的叙述病情来看，大多数以自觉症状为多，讲的东西以自觉症状为多，很多都讲自觉症状。那么这个中间最常见的症状睡眠，往往讲睡眠不好，睡眠障碍，再有就是很多会讲到抑郁低下，就是很多东西都不行，食欲默默不欲饮食，不想吃。但食欲不行的人大多数最后就是性欲也不行，但是很多人不会讲性欲不好，女生更不会讲，男的呢还会讲，也是讲这个前列腺炎啊，我肾亏啊，但是很多都不讲，这个很多就是食欲和性欲都下降，情绪低落，疲乏无力，很多人简单拖不动，我腿拖不动。还有一个特点，在主诉中间中国人特别多，就是微风怕冷呀，很多人怕冷，这个穿很多的衣服，虽然是夏天他照样穿着羽绒服，里面在淌汗，他还要穿棉衣，他就是在这，他脱不了啊，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然后很多的医生给他用人参黄芪，用龙附子，甚至乌头都吃了啊，生姜了什么都不解决问题，其实什么抑郁。西方，我在西方发现呢，西方人是以疲劳为主诉，而东方人以怕冷为主诉。那这些人往往怕冷的人他都喜欢退缩，所以很多人他是内敛以后都退缩啊，工作不敢做了辞掉了啊，家里面到了家里以后不敢出门了，躺在床上了，他都是这个特点。他希望回归到妈妈的肚子里头啊，他希望人家希望给他提供温暖的环境啊，因为中国人他从心理上来讲，当一旦到抑郁以后他都怕冷。为什么？
小孩子生出来的时候，我们大人给他的温暖都是给他鱼围巾啊，给他皮肤啊，你不要受凉了，所以都是这个状况。当他心理上出现问题以后，他也希望有妈妈的温暖，所以他就感觉到自己身体冷，这个非常有中国的文化病。所以这些人很害怕冷怕风，其实这个是心理疾病。第四个特点就是这些人的扶正，我们两胁下按压的话有抵抗感，但是他并不是像大柴胡汤症那么硬满，他只是我们摸的话他的这个肌肉比较紧张板板的啊，这个肉好像紧紧的板板的，而且有很多人可能还出现了腹痛或者便秘啊，脉象一般是悬的。从疾病谱来看的话，这些人容易生的病那就是脑病，你看比如说抑郁症、精神分裂症、癫痫、帕金森病啊、老年性痴呆、高血压等等，这个大多都是脑病，他容易得脑病。如果我们追溯一下病史，那么这个病人大多数有情感挫折或者是精神压力过大，有这样的一个既往史，家族史里面往往有精神病。男孩子出现的问题啊，有很多这个大多数和母这个精神上出现问题，我们发现和母亲都有关系，母亲有失眠的，母亲有精神分裂症的，母亲有神经症的，很多孩子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啊，很多都是不管男女都好像都是这个问题啊，有这样的一个家族史。所以通过这个我们判断的话，基本上也是可能可以判断这个人是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人，可以使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那么这张方在哪些病上可以用？我刚才举了呀，已经那么少，抑郁症、高血压、动脉硬化了、脑损伤了什么等等，我下面一个个给大家来说一说这张方临床使用。这张方啊，首先治疗抑郁症非常好啊，这是个抑郁的女人，她睡不着觉啊，这个盯着闹钟。抑郁症目前非常多，就像我们现在这个感冒常见病多方面一样，出现在很多人身上啊。这个我们南京这个今年的情人节的时候，一位女干部从她的前夫的办公的楼上纵身一跳啊，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年龄也不大，50多岁啊，这个感情上出了问题。情人节的时候，这个春雨淅沥啊，这个南京非常阴冷，人就显得更难受。然后他本身有这个病，结果他想不开了。其实男的就没有要和他破镜重圆，他等不及了，打了个电话给他，你来收尸吧，就纵身跳下来。不可惜，这个太多。现在这个很多干部也是跳楼啊，很多人认为他们是这个是受贿啊什么这个，其实有很多不是，抑郁太多了。抑郁症所出现的抑郁低下和疲劳，就和张仲景所描述的一生敬重不可转测非常的相像，而这个中间出去的一些焦虑的心境或者啊，这个就相当于胸满烦惊等等，因为这个特点。那么这张方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原方对这个方对抑郁症就有效果，病人反馈过来，首先是睡眠的改善，其次是疲劳感的减轻啊，就这两条，病人很多都反应很不错，睡眠改善了，入睡快了啊，梦境少了啊，时间延长了，质量提高了啊。那么这样呢以后啊，很多这个这么一搞以后，很多的这个病人就感觉到有信心了，第二天就有精神了啊，有这样的一个作用啊，还有吃的有力气了，疲劳感消失了。这个是一种美国大兵，据说美国士兵在海湾战争的时候，在阿富汗战场上有很多人得了战争抑郁症、战争抑郁症、战争恐惧症。后来我想，对，张仲景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当年可能就是用来治疗军人的战争恐惧症和战争的抑郁症。为什么？张仲景时代是中国历史上战争最多的时代，东汉末年
张仲景所处的地区，中原地带军阀割据最严重的地方，战争时期一切优良的社会资源首先保证军事的需要。张仲景作为一个名医，还是长沙太守，他肯定治过很多军人的病，就是这个军人的病，战争一响屁滚尿流，他不敢炮声一响，他不敢往前冲了，一身轻重不可转，身来发抖了啊！胡言乱语啊，这个胸满繁精，不就是柴胡讲的牡蛎汤症吗？那么据说美国人这个战争抑郁症患者非常多啊，那么如果他能吃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话，那就相关不错。上次我在美国讲的话，我说还可以做成可乐，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做成可乐，美国人说那肯定可乐，我说不错，我说你这个名称蛮好，以后做一个能够抗抑郁的可乐，可口可乐啊。这个有关这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实验资料非常多，你们网上看看就可以。这个我们学校方济教研所的曲龙老师也专门做过这个试验啊，这个他就说这个强迫游泳，吃了这个柴胡加龙骨牡蛎汤老鼠啊，这个力气特别大。它其实不是抑郁啊，不是这个补气啊，它是抗抑郁啊。上次我看一个资料，老鼠啊，绑上铁块。制定他的游泳时间是八分钟，就极限是八分钟。但是心理学家做过这个实验，当五分钟的时候，在游泳池里面放一块跳板，让老鼠能够爬起来、爬上来。这个动作要重复多次，让老鼠形成记忆。那么有一天呢，心理学家不放这个跳板，这个老鼠啊，五分钟、八分钟、16分钟。一直在游，一直游到24分钟沉下去，这就是成为了它极限的3倍。是什么力量促使老鼠能够一直游下去的？希望，希望的力量。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吃了以后啊，让人不抑郁，永远充满了希望。哎，不就行了？他不会跳楼了嘛？啊，所以他是抗抑郁的。啊，包括悬尾试验，悬尾试验一个老鼠拼命扑通扑通动，挣扎。所以不要以为人们的力气就是补气。现在我们有一种概念，人没有力气就是补气，补人参，补黄芪，哪有那么回事的？啊，柴胡加龙骨牡蛎汤是一个非常好的抗抑郁剂，现在已经有研究，这张方对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起作用。脑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轴起作用，像还能这个显著的调节这个增加这个大脑单胺类神经递质，像多巴胺啊，这个像五羟色胺啊这些神经递质的这个显著啊，去消肾上腺素等等这个调节作用，所以这张方了不得，很好啊，很有意思。现在我们想到这些神经机制的时候，仅仅是想到了这个补肾的药啊，补气的药，其实不一定啊。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就是一张非常好的方，非常好的药。那我们在治疗抑郁症的时候，也可以有两种合用的方法，合方。一张方是合栀子厚朴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合上栀子厚朴汤是两张经方的合方。栀子厚朴汤三味药，栀子厚朴止咳或者止食，这是经方里面一张很小的方，三味药主治什么？心烦腹满卧起不安，心烦腹满卧起不安两大指征，一个是烦躁不安，还有一个肚子胀得厉害，肚子有气，而且这个非常严重，让他人呢坐立不安的，那就用四味药栀子厚朴止食。那么现在我把它用来治疗抑郁症中间伴有胸闷、失眠，特别有腹胀，时间红点，我就用这个方，因为现在很好。再有一种，有一些躁狂症患者，他是出现情感双向障碍，有的时候抑郁话也不讲啊，一会儿又狂躁的不安，这个思维啊，这个非常活跃，那这个就是什么？出现了杞人如狂这个特征。这个张仲景是用桃核承气汤，那么这个时候我就用，就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基础上加进桃仁，加进芒硝，加进生甘草。那么桃核承气汤还有两味药，哪两味药？
桂枝和大黄这两味药原方已经有，所以不要加，重复加。那么这个就可以用来治疗躁狂症患者。第二个是高血压脑动脉硬化，前面我们说过高血压可以使用大柴胡汤，对，但是也有一种啊，我们也可以使用柴胡加上公牡蛎汤，特别是一些年老的老年人啊，或者是已经有动脉硬化或者脑萎缩啊，或者出现了这个已经出现脑梗啊，脑软化了啊，这个有点近乎这个痴呆的情况下，这种情况呢，我们可以合用柴胡加上公牡蛎汤啊，特别是对睡眠不好的、记忆力下降的啊，这个最好柴胡加上公牡蛎汤，是一张非常好的健脑方。嗯，这个如果出现了有出血倾向的，特别是脉象滑速的、头痛的，所谓我们的热象，心火比较旺的，加黄连。一加黄连，那就是和尚的三黄泻心汤。我前面说过，就是柴胡加上公牡蛎汤和三黄泻心汤。如果腹胀失排后，可以喝大柴胡汤。说是说两张方的合方，其实只是在柴胡加龙骨牡蛎汤的基础上加进了枳实和白芍，就是两张方的合方。所以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在高血压动脉硬化上是可以用。另外要向大家报告，就是这张方啊，可能是一个可以治疗脑损伤啊，对脑萎缩、脑损伤，还有这些帕金森氏病、老年性痴呆有效。首先，我先说一说这个。首先说一说脑损伤，大家看看这个病，这是一个案例，非常有意思。这个是77年生的，身高1.74米，体重61.5公斤。这个人呢，他是去年6月13号到省中医院来找我看，他是一个服用摇头丸过量导致的脑损伤。那么我用了这个柴胡加上公牡蛎汤导致他的这个恢复的。那么当时来出现什么情况呢？当时是严重的供气失调，有6年到我这边已经6年了，走路不稳的，他走路不稳，摇摆，头在颤抖，这个人呢一推就倒，讲话讲不清楚，口齿也不清，手不能写字，不能打手机。怎么回事呢？他爸爸和他讲，他说他是05年1月19号的晚上到夜总会去玩，那么被人家在啤酒里面放了摇头丸，结果吃了过量，这个摇头丸过量直接导致了昏迷，结果在医院里面气管切开，8次病危。在这个过程中间，他的妈妈因为心情极度焦虑以后，居然妈妈也去世，最后只有剩下他和父亲。住在医院里面45天，出院以后针灸治疗1年没有效果，然后听人介绍这个到我那边来。那我给他用了什么方呢？我看这个就是柴胡加上公牡蛎汤柴胡15，黄芩5，半夏15，生菜生5，茯苓15，桂枝15，大黄10，龙骨牡蛎各15，干姜红枣。我叫他隔天服用，因为我发现慢性病人叫他每天吃，早一顿晚一顿，这个吃法的话坚持不了多长时间。我采用现在隔日服用，就是每天只吃一服，吃一天停一天，吃一天停一天。那么这个是6月份来看的，到10月份6月13号来看的，到10月份他居然来了。当时来看以后，简直我也不敢相信这样的效果，讲话明显好转，口齿清楚，头原来头颤抖抖的消失，手抖也控制，能使用手机了，写字也清楚。他在我的病历上，我叫他写刘小琪，结果他写了刘小两个字一笔画，很好，我说可以了，能够爬楼梯了，但是下楼梯不行，别的什么原因下楼梯不行，继续用原方加了一点山药。那么这个案例主要告诉大家，就是这些供气失调的脑损伤的患者，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使用柴胡加上公牡蛎汤。因为现在神经内科的病，老年病人现在越来越多，这些这个脑外伤的病人也非常多，导致脑损伤的病人非常多，怎么办？怎么样导致他们康复？经方里面有这张方，可以至少提供一个苗头吧。
另外我发现这张方在老年性痴呆这个上也能用啊，这张方的效果不是说能够把它治愈治不愈，但是它可以提高他的记忆力啊。上次晋江有一个患者就是这样啊，这个他的他是一个老太太，是一个老年性痴呆患者，我给他用的是柴胡姜的五磨地汤加上栀子厚朴汤。这个他的外甥女儿是个护士，就观察的，就经常就吃了以后就认得人，有一段时间不吃了又不行了再吃啊，就能不认得人再吃又有效果。所以这张方有提高记忆力的效果，同时能够改善睡眠。是改善了睡眠以后他的记忆力提高了，还是大脑怎么回事啊？我也说不清楚，中医也不懂不晓得啊，讲不是道理的，只晓得这个是一个经验一个事实啊，中医是讲不清道理，真的讲不清，也是理论说不大清楚，哎，所以我就不大说，所以我也不大说理论，因为我学习的时候我最喜欢说理论啊，找理论啊，怎么样说的找，还有文用文言文来整道理写意见，后来现在我越来越不说了，我发现还是嘴巴盯紧一点哈，多摆一点事实出来。帕金森氏病非常讨厌，很难治，现在也越来越多，那么可以用柴胡姜的牡蛎汤，但是效果很少，很难弄。我发现加少量的麻黄有点效果，要麻黄，麻黄吃了以后，大家知道麻黄多用以后，尤其是生麻黄过量以后，它带来的问题会发生颤抖，手会抖，但是很有意思，帕金森氏病就是手抖，我就用抖的药，他就不抖，有很多都是这个情况，反而不抖。我这个用过有几滴，用了以后啊，近期效果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很多病人还是倾向于吃美多巴，啊，那么他这个毕竟方便，啊，他本身行动又不大方便，家里人不可能老是服侍他，所以很多呢，后来这个中药呢难以坚持。但是这也是一个经验啊，提供给大家，供大家参考。你看，这是后来他好了以后过来的，啊，这个样子已经明显的恢复了，啊，针灸治疗一年没有效果，结果我们柴胡姜龙骨牡蛎汤治疗一年解决。他是摇头丸是冰毒吧，啊，他们认为这个会导致脑细胞不可逆的损害，但是从我们的临床来看，这个病人是恢复了，啊，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啊。第四个是癫痫，这个癫痫呢，因为它有一个特点，就是突发，突然之间出现的，所以这个往往认为这个是惊，因此徐灵胎称他这个病是肝胆有惊痰。有惊痰，而这个柴胡姜龙骨牡蛎汤，它是能够下肝胆治惊痰，说用来治癫痫必效。徐灵胎是我一个非常崇敬的一位古代医学家啊，清代的，是他领我进中医门的。我学中医学了很长时间，一直入不了门，后来看到了他的书，徐灵胎的书。徐灵胎的书《医学源流论》，大家一定要看。他从社会学的角度，从史学的角度啊，从人才学是社会学的角度啊，好多从这个认识论的角度来讲这个中医学，跳出中医来看中医，这个是很了不得。徐灵胎啊，这个是徐灵胎的这个在我们江苏吴江的一个墓啊，清明义徐灵胎墓，还有啊他的这个一个牌坊都在那边，保留的不错，在苏州。徐灵胎说过这个的话，他说治癫痫必效，那么我在临床上试了一些癫痫患者，不是所有人都有效，因为这个病太难治了，但是确实还是有好多例吃了有效的，这个我记得最有意思的是一个留学生，是爱沙尼亚的一个留学生啊，这个当时来看病就看癫痫，一个青年男子。那么我就给他用柴胡姜的骨牡蛎汤，用了以后啊，很有效以后呢，他回到爱沙尼亚以后呢，找了当地的中医，就把我这个方子给他看，当地中医说你这个不行的，我给你吃更好的药，用什么呢，就是天麻啊，用这个全蝎啊，就是紫荆，我们才什么什么这些药，我们所谓的十方里面的药，这个用了以后又发，
药方以后他就按照我这个标准再抓这个药还有效，后来他就想不找他们当地医生看，结果每次回去就在放假的时候带了大量的我们中药过去，那这个个案就说明了这个柴胡姜的木耳鱼汤有效。另外我发现几个病例他们都反映发作之前他有一种突发的恐惧感，就莫名其妙的恐惧感，然后就发作，有这样的 预兆。那么这张方吃了以后呢，恐惧感消失，发作的次数明显减轻啊，这个是啊值得去研究的啊癫痫。那么在用癫痫的时候，我有一个想法，就是签单可能必须要用签单，但是我用不到，没有签单，我是用蒙石来替代，我是用青蒙石来替代，蒙石啊来替代。但是我感觉到签单非常重要，现在我正在摸索，就是碰到这个病人的话，我叫他把这个保险丝剪一段放在里面煮一下带去签。这为什么呢？原来我当过南京中医学院学报编辑部的主任，那个时候我经常下这个印刷厂和排版工人一起搬铅板的什么，因为他们我发现他们那些人啊一个个脸都发青的，手上呢经常有铅粉，他们过段时间就要去排铅，有铅中毒的。那么听他们讲癫痫的人到这里来不会发的，是吧？铅中毒以后是不是这个能够抑制癫痫发作，这个说不清楚啊。所以真正情况我就想这个铅可能是有用啊，因为这个铅我们中药的名称叫黑漆嘛，有一个中成药叫黑漆丹，是重症安神的啊，所以可能还是有效啊。对于古方这个问题我们还要慢慢的去研究它。那么我发现有一些这个民间医生他们主张用铅啊，所以希望大家有经验的话你们能够提供啊。另外这张方对小儿的多动症、小儿的脑发育不良、脑瘫、小儿舞蹈症这个也有效啊，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抑制药。现在我们不是大家都是说女人要美丽，男人要这个强壮啊，孩子要聪明，孩子聪明靠什么呢？现在有抑制药，抑制药大家不要光想到用人参啊、太子参啊补充，其实小这个柴胡姜龙骨牡蛎汤也是一个小儿的这个抑制药啊，对大脑有帮助啊。那么有报道啊，这个小儿的夜游症、小儿的夜惊症啊、婴儿痉挛症这个方子有效啊，像陈宝天教授就是这里的吧，是吧？这个是广州的，他的用来治疗夜游症，他的指针就是小孩子有精神不安，容易烦惊啊，有的还会容易出现便秘、出现上火。那么我给大家看一看是小儿舞蹈症的一个外国波来的啊，来自波兰的这个小女孩，这个小女孩我没看到，这是他们通过信件和我联系，说这个孩子就是不停的要动，像跳舞一样。那我当时我也不知道他什么这个名字，他们翻译也翻译不出来，我估计是个小儿舞蹈症，这个不能很好的儿童啊、一起小朋友们一起玩啊、性格也不好，就是这个孩子。那么根据这个情况，后来我就不管怎么就用了柴胡姜龙骨牡蛎汤，用柴胡姜龙骨牡蛎汤用过去叫他吃，吃了一个月，结果反馈过来，他们做好记录的啊，每一周做好记录，发现第四周的时候孩子明显的状况明显好转啊，睡眠睡得安稳了，步履也比较不那么摇晃了啊，有这样。后来我叫他继续服用啊，这个是小儿舞蹈症啊，这个引起的也是风湿热或者猩红热或者这个脑炎引起的脑部病变啊，出现了一些这种供气失调的症状。另外在男科，柴胡姜龙骨牡蛎汤大有用武之地。这个男人的阳痿其实就是一身镜中不可转测的一个部分啊，他转不了嘛，他无法勃起嘛，转这种情况下你可以用柴胡姜龙骨牡蛎汤，这个吃了以后啊，他开心，他自然一高兴以后他自然就行了嘛，是吧？有的消除了恐惧感，他这个功能也恢复了。所以现在我有一个经验，就是治疗那些男科他们老是看不好的前列腺炎，用了清热解毒药，用了活血化瘀药，用了壮阳药不解决问题的话，我倒过来就用柴胡姜龙骨牡蛎汤原方，
这个吃了以后，很多病人明显好转。什么？他发现性功能来了，他就感觉到不要紧，给他一个良性的信号以后，他很快使他的精神状况陡然出现180度的转弯，情况就好转了。中药有时就是这样，他有的可能对心理上起作用。然后我告诉他，你肾不亏，你的前列腺炎不要紧的，你的精液虽然有的排掉了遗精了，不会伤身体的，不要说一滴精十滴血，你不会导致你寿命减寿的。我这个解释一下，很快情况好转。他也这个自己以后就不看了。所以柴胡姜、龙骨牡蛎汤吃了以后，能够提高男性的性功能。如果有淤血的，比如说下肢冷，比如说他的这个石头有点偏紫的，再加上桂枝茯苓丸，柴胡姜、龙骨牡蛎汤加上桂枝茯苓丸以后，治疗这个男人的阳痿啊、遗精，特别是阳痿，最早泄也有效果。桂枝茯苓丸干什么的？增加这个局部的供血，它有这个作用啊。所以男科能够用。另外，肠易激综合症患者可以用啊。这个因为，这个很多这个都是新性的嘛，所以那些专科也是常规治疗无效的消化道疾病啊，像肠易激综合症，我们也是用的。有些慢性萎缩性胃炎患者啊，经常睡不好觉啊，胃里面不舒服，我是不治胃的，我治心的，调神的。为什么？其实他没有什么大问题啊，这个40多岁的女性，她去做胃镜，一做胃镜以后，病理欺骗，一提说肠上皮化生，然后她弄不清楚什么肠上皮化生，还有不典型增生，然后找医生看，医生这个癌前病变，给她画一条杠，这个地方肠上皮化生，回到家里以泪洗面，从此失眠，从此她就陷入到抑郁状态，睡不着觉，你说第二天胃口哪有了？很多人慢慢胃就出现问题了，所以老是治胃你也没得用。最后我调神，用柴胡姜、龙骨牡蛎汤，感觉到也不错。甚至闭经我也用，因为这个刚才说过了，柴胡姜、龙骨牡蛎汤它作用于那个轴下丘脑垂体肾上腺这根轴。那么有很多的女性的闭经，特别是一些青年女性，大多是下丘脑功能失调。这些人发育良好啊，第六性征正常啊，曲线也非常美啊，就是月经不来。一问有精神压力啊，特别是大学生啊，有精神压力，同时伴有抑郁倾向、睡眠障碍，就用柴胡姜、龙骨牡蛎汤。他月经到反而来了，你拼命给他养血，到背定解决问题。所以这个能够调节下丘脑功能。更年期综合症也是这个问题啊，我也常用。那么这个中间呢，如果他有焦虑症状啊，比如说他出现了烦躁不安定汗多心慌那我们可以合尝栀子厚朴汤。那么也有一种更年期的女性脸发黄了变得非常疲劳，她们说本来我身体非常好的，现在怎么拖也拖不动，讲话也讲不动，而且人明显的胖了，脸色发黄，腿会肿这个我加麻黄，麻黄兴奋剂，吃了以后一下子情绪又好起来麻黄有这个作用。但是据说现在有些麻黄都不能用了生麻黄不能用这个网上我有人听说说麻黄不能用，国家在控制因为有人利用麻黄炼这个冰毒。那我想这个你公安你要管，那把我们医生用的药如果管起来的话那麻烦了。麻黄是个非常好的药所以历代如果出现这个问题，希望大家呼吁人多识众，真的是这个问题。大家如果这股子你不呼吁不行的，大家都喊都要喊。美国就不用使用，不让使用麻黄，新加坡不让使用黄连，那怎么这个搞到后来你这个中医怎么做呢？心律不齐，有些心律不齐患者伴有紧张、抑郁、焦虑或者失眠这种用柴胡姜、龙骨牡蛎汤立竿见影的，因为它本来治疗烦经嘛，经里面就有精气在里头。偏头痛患者他什么呢？他这个经常出现一种问题，就是发作之前有征兆，有些当然也有无征兆的偏头痛，这个征兆往往是闪电有这个或者出现暗点，
啊，这个出现事物突然变形，而且突然发作，啊，这种情况呢，符合柴胡姜黄牡蛎汤金它这个特点。那么这个呢，我们可以用柴胡姜黄牡蛎汤。这个我曾经治疗这个一个病人，他就是这个突然发作，啊，久治不愈，大柴胡汤没有效。后来我就用柴胡姜黄牡蛎汤加生石膏，我加生石膏，为什么加生石膏？因为他这个汗比较多，皮肤比较白。这我用生石膏，而且呢，这个脉象也偏快一些啊，特别是他汗多啊，我就用生石膏，用了以后很快缓解，再也不发。这个柴胡姜黄牡蛎汤啊，这个我把这个有几个问题啊，就是问病人也经常问柴胡姜黄牡蛎汤要吃多长时间。这是经常病人问的，我也是，不仅是柴胡姜黄牡蛎汤啊，很多病人经常问要吃多长时间。其实这个是非常复杂的问题，目前我们对这些规范性的东西我们都没有研究，不像西医啊，这个坚持多少时间啊，有的是终身服药，有的是什么三个月或者是多少周，但是我们中医说不大清楚啊，很多没有研究。方正没有研究，就是这个基本的这个规范没有，诊断标准没有研究，疗效判定标准没有研究啊，这个疗程的问题也没有研究。这个光靠我一个人是肯定不行，光靠大家一个人都不行，要集中起来，大家里面要国家的力量。但是现在我们没有研究，这个临床研究给的钱很少，也不组织这个研究，结果我们临床医生很麻烦，病人问的问题我们回答不清楚。像这个问题都吃多长时间，那么怎么办呢？我是这样，首先吃啊，吃了有效以后，我是煎蛋去服用，一般要一个月以上。一个月以上怎么服？我经常叫病人一剂服两天，减少用量，有效以后减少用量，不能连续服用，要减少用量，每天吃一顿就可以了，这样一服药吃两天。这种服用方法很多病人容易接受，你叫他连续吃，吃到后来啊，一个病人也产生耐药性，还有病人会出现这个也一种心理上的疲劳，老是吃先厌恶，最后厌恶，所以应该采用间断性的服用方法或者小剂量长期服的办法。第二，有关大黄的问题，你们大黄是泻下药，如果大便正常或者腹泻，大黄是不是可以去掉？那么首先这样的，这个不是不可以去，但是我们首先用原方，因为大黄在这个柴胡姜黄牡蛎汤里面不仅仅是通便，它也能够清火，能够下淤血。前面讲过了，我们好多大脑的问题出现糊里糊涂，出现意识模糊啊，很多都是和积在里头的热有关系的，所以大黄是古时候用来治疗这种谵语，治疗这种目不识人的一个重要的药物，调节大脑功能需要通便，所以这种病人一般来说大便要保持通畅的这种程度，在这种状态下大脑功能容易恢复，所以大黄要用。但是如果是大便是次数比较多的话，我们可以用小剂量或者自大黄，当然如果体质比较差我们也可以去掉但是一般来说我们还是建议还是用小剂量的自大黄，一般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大便粘稠的，虽然它稀，大便粘稠的一定要用大黄大黄是个非常好的药。上个世纪末我对全国的民中医做了一次问卷调查，就是问他们这个我主要对他们经验和学术经验和学术思想进行了一次问卷的调查。这里面呢有一个问题，就是您最擅长使用什么药物，限五种，我不要他多的，你只要你最擅长使用的药物填五种。统计下来，江苏民中医最擅长使用的药物第一位的大黄，全国民中医第一位的是黄芪，第二位的是大黄。那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大黄是我们当代名医最擅长使用的药物之一。那大黄是非常好的药，要值得研究啊。第三个，又是服法的问题，什么时间服用柴胡姜黄牡蛎汤比较合适？一般来说，我们叫病人是早晚餐后服用。为什么要不空腹？因为有很多病人，有的说吃了这个，有的空腹服用不舒服，因为里面有大黄，有这个龙骨，有牡蛎，所以我主张餐后服用，早餐或者晚餐以后服用。如果每天服一次的，建议晚上服用。为什么？吃了以后帮助睡眠，
这张方帮助睡眠的作用非常好，尤其是睡前服用。所以如果是每天服一次，建议晚上睡前服用。那么天丹的问题，刚才说药房里面没有，用什么药替代？我是根据疾病来确定替代品。如果是癫痫，我用锰石替代；精神分裂症、狂躁不安的，用生铁络替代；头痛、多汗、口渴的，我用生石膏替代，因为石膏它能够治疗多汗的，能够治疗头痛的。把生石膏替代铅丹。好，柴胡姜龙骨牡蛎汤啊，我就介绍到这里。下面我要介绍一张方，这张方啊是小柴胡汤和当归芍药散的合方，我给他起了一个名，这是我给他起的啊，这个字典上没有，教科书上也没有，我给他起了一个名叫柴归汤。命名的方式是沿用古时候的命名方式，因为小柴胡和五苓散合用叫柴苓汤，小柴胡加上半夏厚朴汤叫柴朴汤，小柴胡加小苋胸汤叫柴苋汤，小柴胡和平胃散合用叫柴平煎。根据这个命名原则，我给它起了名字叫柴归汤。两张经方的合方，那这种合方的方法是使用经方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种方法。当处在病情比较复杂的情况下，单一的经方没有效的情况下，必须使用两张甚至三张的经方联合使用。那么柴归汤就是两张经方，小柴胡和当归芍药散的合方。小柴胡汤什么方？小柴胡是张仲景用来治疗发热性疾病、处在迁延期或者慢性化的一张常用方。往来寒热，胸胁苦满。往来寒热什么？就是这个疾病，来来往往，好好坏坏，老是不得好，这个发烧老是不退。张仲景并用小柴胡汤，所以小柴胡汤是经方中间使用面最宽的、治疗的疾病最多的一张方。因此，从原文上看，小柴胡汤下面的加减法最多。这里面最多很多的加减法，为什么加减？因为病不同，虽然这个基本的体质是小柴胡汤，但是病不同，它要适当的做加减。当归芍药散是一张什么方？是女人气血不调，特别是气血水不调的一张调理方，是一张调理方。这个用来妊娠的腹痛他用，但是不仅仅是妊娠的腹痛，其实很多女人的病都能用当归芍药散。那么这两张调理方，我们把它合在一起以后，它就涵盖面就更宽。现在是我临床上用来调治女性体质、治疗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的一张非常重要的方子。因为小柴胡汤合上当归芍药散以后啊，它能够调气血，它能够驱风湿，它能够除寒热，适应面非常宽，所以很多的自身免疫性疾病、过敏性疾病等等，它我发现这张方效果都不错，所以我今天我迫不及待的要把这个方子也介绍给大家，推荐给大家，希望大家也在临床的使用。因为经验需要共享，这是我的使用柴归汤的一个经验用量。柴胡15克，黄芩不多的，黄芩5克，半夏10克，党参10克，生甘草5克，当归10克，川芎15克，白芍30克，白术15克，茯苓15克，泽泻15克，另外姜、干姜10克，红枣20克，那就是小柴胡加当归芍，一味不多，一味不少，合起来。这里面白芍的量是比较大的，为什么？因为当归芍药散里面，当归芍药散是当归、川芎、白芍、白术、茯苓、泽泻，这里面最大剂量是芍药，芍药用到1斤，它是量非常大的。
所以我们在这里量也是比较大的。那么这个量是女性成人，当然这个成人用的比较小，孩子基本不用了，用来吃一到两天的量，大多数吃两天，就是每天我只是吃一顿，我叫病人每天只吃一顿，每天晚上睡觉之前吃一顿，好，放在早晨不要吃了，第二天睡觉之前再吃，啊，因为在睡眠状态下，我们服用中药以后，我发现效果比较好。如果吃了药以后，马上骑着摩托车出去了，马上去讲话了，马上去工作了，这个效果不一定好，啊，要在睡眠状态下用一点点就行，啊。那么有的时候我会加两味药，经常加的叫荆芥和防风。荆芥防风是我们传统的驱风药，它能够治疗过敏，各种各样的过敏，皮肤痒、眼睛痒、鼻子痒，也能治疗身体的疼痛、头痛、关节痛，还有麻木，这个属于驱风药。我经常加进去也是有由头的，有怪力的，因为张仲景用柴胡可以加防风，在一张古方叫蜀榆丸里面，它就是这么用的，柴胡可以配防风，但是后世我们防风又配荆芥，所以就这么连起来，我就两味药加进去，有的时候起了一个名称叫荆芥，叫荆防柴归汤。这张方柴归汤是用来调理的，是适应用一种特殊的人群的。这个人群有什么特征？大家看一看，啊，这个首先是女性比较多的啊。第一个特点，脸黄。这些女性往往脸黄，而且缺乏光泽。有很多的女人眼圈发暗了，她认为自己好像是这个肾亏，但是吃了六味地黄丸没有用，眼圈发暗了，脸色出现了发灰了，有暗斑了，就出现了这种黄褐斑了。也有的脸上出现了红斑或者丘疹，啊，皮肤是脸上明显发生变化，而且皮肤显得干燥，不涂的话根本就出不来门，啊，很多就是这个情况，啊，这是第一种特点，这个黄脸。第二个特点，疲劳。这些人会反映明显的疲劳感，很多人这个每天回到家里就家务不想做了，就想坐那不动了。或者有的人明显我睡觉睡得不少，但是早晨起来眼睛就是睁不开，到了办公室里面眼睛老是涩，干涩得很，然后查眼睛屈光也正常的，然后查干燥综合症好像有的呀检查不出来，然后就是说干眼症。也有的老是睡不醒，老想睡觉，其实都是疲劳，很多非常疲劳疲倦。第三个，怕冷，怕风怕冷，怕风怕冷，而且除了怕风怕冷以外，而且还有对外界的各种环境不适应，经常出现过敏，皮肤痒、眼睛痒、鼻子痒，怕风怕冷。怕风怕冷是中国女性中间最常见的症状，尤其很多人产后以后经常怕风怕冷，有的时候明明穿了很多衣服，但是感觉到骨头里面还是在冒冷风，啊，这种很麻烦，这个倒出来吃了很多的补药都没有问题，没有效果，这个解决不了问题，这个头上有的还戴了很厚的帽子，穿了很厚的衣服，但是里面在出汗，怕风怕冷。第四个特点，生痛，这些人容易出现偏头痛，啊，容易出现关节肌肉的酸痛，容易出现沉僵，早晨起来经常问一下，经常手握不拢，身体疼痛。第五个，浮肿，还浮肿，皮肤干燥了，腿还容易肿，早晨起来脸肿，下午或睡觉之前看看脚的话，容易淹一个坑，鞋子变得紧了，就腿肿，早晨起来眼泡肿，除了肿以外，还有一些我们中医所讲脾虚有水的症状，可以出现腹痛，可以出现腹泻，可以出现大便不成形，第六个，女性很多人都出现月经问题，月经什么？月经量少。月经量少怎么来判断？我们也经常弄了很长时间，这个怎么来判断？你不能是多少毫升，拿个来用量杯来量，你说这个用几块卫生巾，但是有的人他一点点他就换了，
后来我们就凭感觉，就是你有没有涌出来的感觉，很多人是摇头没有，从来没有是涌出来的感觉，这么血量是非常少，要说以前有现在没有了，那么有的就几滴就没有了，所以很多人表现月经量少，甚至稀发或者闭经，再有很多女性表现为性欲减退，因为这张方能够吃了以后能够让人女性的性欲能提高，那所以很多人性欲减退，有这样的特点，这种女人那我们就要用金，这个要用柴龟汤，柴龟汤你看这个女性也是这样，你看脸上有斑，有点忧郁，晚上睡不好觉啊，也经常这样，就是不舒服，月经也会出现问题。第七个特点，这些人容易生病，生什么病？你看这个桥本，自身免疫性肝病、支免肝、类风关、风湿性多肌痛、慢性荨麻疹、免疫性不应啊，这个红斑狼疮、黄褐斑等等这些病特别多，大多数都是自身免疫性疾病，包括一些内分泌失调。这种人女性最多见，中年女性最多见，根据我的观察，35到45这个年龄阶段的人最多，35到45这个年龄阶段的人最多，但是之前有没有也有，之后有没有也有，表面上看起来宛如常人，但是细细一问来了，症状非常多，而且这些病症涉及多个系统，所以病人问怎么回事，哎呀我怎么说呢，我说你气血水不调，不定气血不调，水也不调，气血水不调，肝脾肾也不调啊，而且体内是寒热虚实夹杂，里面有风有寒有湿也有热，你看风寒湿的都有，非常混乱，这种体质不是用一个虚字或者一个寒字来解决的，它这边非常多，有些人怕冷寒，但是口腔又容易溃疡又热，一会儿肚子又胀气，一会儿又便秘，一会儿又食欲不振，一会儿又睡不着觉，反正这个非常乱，我发现这是一种体质状态，或者我们给它起一个名称，当然这个我自己说说的啊，还要研究，叫黄脸婆综合症，那就叫黄脸婆太多了，这个黄脸婆太多太多了，因为我的病人中间，我的这个70%左右是女性，我也不是搞的，我是内科，但是来的女性特别多，所以后来我有经验以后就在江苏卫视请我做个报告，刚好他说这个38妇女节来了，能不能给我们讲，我就讲了一个怎么拥抱女性的魅力的讲座，然后他们把它切成很多片就放了，一放以后女人更多来了。女人更多，我就慢慢摸索发现，哎呀，脂肪赶快挤出来，这个中国的女性啊，这个太累了啊，压力那么大，尤其中年女性这个很多人脸上都有问题了，所以我们要让她美丽，让她永葆魅力，于是发现了小菜胡椒当归芍药散啊。那么脂肪呢，这个治疗能够治疗很多的疾病，我们来给大家说一说啊，这个这个写错了，自身免疫性肝病啊，不能免疫血根啊，桥本病、干燥综合症、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关啊，风湿性多肌痛、免疫性不应啊，这个都写错了啊。好，我们来给大家介绍这张好方啊。首先是支免肝，这个病现在越来越多，而且这个病的发病非常的隐匿，根本我们一开始没有什么。自己没有发现，往往是在体检过程中间发现肝功能有异常，然后进一步查肝功能就越来越不好了，有的甚至出现了这个出现了肝硬化。这个病用柴龟汤效果相当不错，在这里面我的经验，芍药的用量要大，用量刚才说的起码30克，甚至你还要加赤芍30克，因为芍药治肝病，尤其是自身免疫性肝病啊，可能是一个最最重要的一个药物。北京的这个汪成博教授，他治疗肝病，他有的经验就是对瘀黄，这个黄疸老是不退的话，他是用芍药，用赤芍退瘀黄，的量非常大，他好像用到80克90克呢，量非常大。
哎，它有一个方叫赤丹合剂，赤芍加上丹参还有什么做的一个合剂啊，也很不错的。那我也发现，确实治免肝的话，你这个芍药的量要大。我曾经治疗一个治免肝，吃了这个我的药以后，他突然就出现腹泻、发烧，出现发烧。后来我说你坚持吃，再吃不管它，吃了以后，后来烧也退了，后来这个大便也慢慢正常了，后来这个肝病居然好了。啊，居然好了，这个很多指标都正常，几个抗体也正常，这个是非常有意思的。另外一个病就是女生也非常多的桥本，桥本氏病。这个桥本氏病又叫桥本氏甲状腺炎，又是慢性淋巴细胞性甲状腺炎，这个病都是女人得的。那就像自免肝一样，很多都是女人得的，女人非常多。这个桥本病也是女人多，男女比例是1:6-1:10，是这个特点。发病非常缓慢，而且这个病非常难缠，一会有甲减，一会有甲亢，这个弄得很缠绵难愈。这个就符合小柴胡汤的这个主治特点。小柴胡汤主治什么？往来寒热，往来寒热就是来来往往，好好坏坏啊，老是不好的，就这个病，这个就非常典型。而且这些女人生了桥本氏病的女人，脸变黄了，下肢容易肿了，皮肤变干枯了，大便或者干结了，性欲减退了，月经不调了，当归芍药散症了。所以我把这个两个方一合以后啊，真是非常好啊，用了以后啊，这个很多桥本氏病患者很好，但是服用的时间要长，签订的合同，我和他们这个和他约定，起码现在我自己吃3个月。你不能说吃个2个礼拜你马上要好，不可能，起码在这里3个月，有的治疗半年甚至1年。有的女性一直不肯怀孕，说医生说了你有这个桥本你不能怀孕，要怀孕要加重的。我告诉她不要听她的话，你照怀孕，那怀孕了以后照来找我，还要吃药，还吃什么？还吃这个方法。如果保险一点，那么把半夏拿掉啊，这个怕万一半夏有什么问题，其实都没关系的，就是这个方法，往往根本就不影响怀孕，而且胎儿还非常好，因为当归芍药散是个养胎方，是我们中国古代的养胎方，所以桥本氏病最重要的一张方就是这个柴胡姜，这个柴桂汤。第三是肝燥综合症，这个也是女性的最多。90%以上，很多人眼睛干、口鼻干，很多中医认为他口干就是阴伤，阴伤就去补阴啊，生地、麦冬、石斛啊，都是这个玄参。其实这个都是理论上判断错误，你没有看到他嘴巴是干燥的，不能喝水的，而且你喝水喝多了以后，胃里面咚咚咚咚有水声的。你没有看到他大便是稀的，你没有看看他的腿你按一下他腿是肿的，他是明显的一个脾虚湿盛啊，脾虚在里头，这个精也不能上层啊。所以这种情况下，当归芍药散、小柴胡汤还要加上五苓散，还要加上五苓散，加上五苓散其实就是柴桂汤加进猪苓加进桂枝。很多人吃了以后口就不干了，因为五苓散是专门治疗口干的，口渴小便不利的啊，所以现在我们有些想法都不对的，养阴的把所有养阴药全放上去，养阴药每个药的药证是不一样的。麦冬是能消瘦，不能进食，咽喉不利，雷瘦的你用麦冬，生地是要出血的人才用。那这个每个的养阴药是不一样的，芍药是脚软及肌肉痉挛、软举、大便干结、腹中痛，这个是芍药。石斛是糖尿病引起的口干，引起的下肢微软啊，血管出问题才用石斛。所以每个药它有它的药证，这个药证不明，我们效果就出不来。所以不能够认为肝燥综合症就完全养阴能解决的。我发现肝燥综合症分两种型，湿型刚才讲的是五苓散，有种肝型的出现口腔溃疡的，那这个和甘草泻心汤，甘草泻心汤治疗口腔溃疡的专方。这是非常严重的肝燥综合症，牙齿全部蛀掉了。你看他脸上也是这种皮肤发红啊，那这种要加金芥防风的。
第四个红斑狼疮，系统性红斑狼疮非常复杂，但是这个大多是没女的，很有意思啊，红颜薄命，红颜薄命，好多女性漂亮女人她容易得这种慢性病。哎，这个红斑狼疮年轻的人非常多，脸上出现了像被狼啃一样的这个丘疹啊，出现了这种红斑。那这种情况是什么？这个是风毒啊，有热啊，这个是需要使用用柴灰汤，还要加上清泻和防风，甚至还要加连翘清的药。我认为系统性红斑狼疮的基本方是小柴胡加当归少叶子，柴灰汤加上清泻防风。小柴胡汤把里面的伏在里头的热往外拖，小柴胡汤是突把邪气突出来的，突邪外出。当归少叶子这里面调和气血，还要用疏风药，用风药，大量的风药，清泻防风，我最近还治疗了一例这个红斑性狼疮导致的肾衰，这个非常严重，西医认为不治了。一个十五岁的一个姑娘，我们舍不得，我这么好的人肿得不像样的，全这个好像肉都要崩出来一样，肿得非常严重。他们用鸡丝密松用了大量吃都不解决问题。最后我先用柴灰汤，精解柴灰汤，后来发现还好用清的药，结果和用了什么？用了这个精解连翘汤。精解连翘汤也是有精解防风、柴胡，有四逆散，有四物汤，有这个黄连解热汤，结果把这个病人治好了，现在这个完全恢复正常啊，这个非常非常好，激素就要解啊，就用了一个。那你看这种脸上这种红斑，这种你清这个一定要用晒风药啊，要精解防风啊，小柴胡汤用。还有妇科啊，这个柴胡汤在妇科上用的非常多，特别是免疫性不孕，免疫性不孕的患者非常多。有的人跑来看看，这个整个状况都非常好，长也长得很好，男人查下来也可以，但是就是不容易怀孕。其实这个就是免疫性不孕，就差那一点点，柴胡汤吃就能好。柴胡汤是最近我还收到个短信，告诉我一个安徽来自的一个少妇，老是流产，为什么？空胚，就是胚囊里面没有胎儿的，就没有这个长不活的老是。然后好几次，哎呀，这个为了这个事情呢，到处看。后来我看长得很好，男人也可以，就是柴胡汤小个吃，吃了一不久，很快又怀孕了。怀孕以后，她又害怕，再过段时间就一检查，有胚管不动。哎呀，听到这个消息，热泪盈眶。三个月了，告诉我胎儿非常好，没有问题。他说你是我们家的大恩人了啊。其实什么，小柴胡汤、当归芍药菜，全是张仲景的，张仲景才是大恩人。真是啊，中医大恩人啊，是张仲景啊。现在我们没有很好的把他重视起来。医学的圣人这个称号是那么容易上去的。风湿性多气痛，老年人现在非常多，50岁以上的有些老妇女经常出现关节痛。这种情况经这个加精解防风强活晒风止痛。因为它往往有的时候这个用激素也有效果的。风湿性多气痛，类风关肠气炎这个也是年轻人比较多见的。那这种怎么办啊？风湿性关节炎这个强制性脊柱炎都是自身免疫性疾病，柴灰汤是基本方，柴灰汤基本方，但是要加味。比如说关节肿痛，关节肿起来了，痛了，肿的话是有热，必须用清热的。你黄连解毒汤，你自制白皮汤，大量的使用，要用不清热，它肿退不下去。痛呢，痛得非常厉害，晚上睡不好觉，像老虎那么咬，痛得非常厉害，那是属于寒。没有什么，要用温经止痛的药，要用麻黄附子气辛，必要的时候一起合用，既用麻黄附子气辛，又用黄连解毒，不会影响疗效的。不要以为寒性的药和热性的药放在一起，就像我们温开水这个冷开水里面叫点滚开的开水，
啊，冷水加开水好像中和，不是寒热，不是温度的寒热啊，这个药性它是不同的，它的药各走自己的路的啊，所以完全可以合用，寒温可以合用啊。现在我们学了这个中医配方以后，自己想配啊，就是好像寒的和热的就不能一起配，嗯，没关系，柴桂汤你喝黄连解毒汤，再喝麻黄附子杞心汤一起用都可以啊，用了以后症状能够控制啊。还有多发性硬化，多发性硬化这个在国外，本来我表的国外非常多来问怎么办，因为他们西医没有办法，问中医，中医他们感觉也没有办法啊。后来我发现小柴胡加当归芍药散治疗这个也是有效啊，因为这个是其实也是一个自身免疫性疾病，它的只是侵犯了神经系统，它可以出现抑郁，可以出现肌肉无力啊，出现麻啊。这个上次我碰到一个病人，他说他没穿袜子，但是他我都感觉到穿了袜子，而且这个袜子呢一圈一圈的，他跟这个感觉啊，其实感觉的这种失调。后来我用这个柴桂汤加金钱防风啊，很有效。这个也是女性发病啊，多于男性。那么除了这个以外，向大家隆重推荐的就是还是这个问题，就是女性体质的调理。因为现在这个我们开调理科的话，生意非常好。这个常州市中医院，我这个学生去了以后，他搞了一个女性保健中心，就是调理的，这个很适合啊，这个现在社会的需求。很多女性你是大毛病没有，她就是这个处在一个这个自身免疫性疾病的这个边缘啊，是一个免疫这个亚健康状态。那么怎么要调理？那么我发现了就用这个方法，柴龟汤是非常好的。柴龟汤它的作用首先是消除疲劳感，很多女性病人反映吃了以后精神好了，不累了，要不然累得不得了，每次拖不动。第二个，误分他人的感觉好转，这是第二个，不冷了。所以很多的冷症患者需要用这个柴龟汤，冷症就是经常怕冷的人，你用小柴胡加当归芍药吃一段时间，他的冷感就能消失。其实他并不是他的体质弱，只是他的感觉出了问题。第三个，能够增强月经量，很多女性反映吃了以后月经量多了，明显的多了。第四个，情绪高涨。这个我怎么发现这个女性说这个对女性性功能有好处呢？有好几个女人她红着脸说，这个能够就补肾的。我说怎么叫补肾？她说女人也有肾虚的。后来我说我说是不是你那个有感觉了？对，她说她很多都没有感觉，我觉得很厌恶，但是这个一用以后很好。那网上有一个也反馈一个女的，她说感谢你，她多年没有性生活了，这个一点都不想，甚至她说这个阴道壁都干裂了，是这个说法啊。然后后来吃了这个以后明显有感觉，但是呢因为做了多次，她做了又出现了出血，问我怎么办啊。就是说这个不管怎么样，这个能够改善女性的性功能。所以我说一句调皮的话，这可能是我们中国的伪解啊，你要不然不公平嘛，你男人你有伟哥，那我女人的你有什么方？柴龟汤。你们不好意思，你们看看你们病人中间，因为很多很有意思，也可能什么吃了药以后啊，女性的荷尔蒙水平提高了，脸色红润了，男人喜欢她了，也可能她精神好了，睡眠好了，她有这个情趣了。但这个说不清楚怎么原理，就是我很多道理我说不清楚，中医向来是不讲理的，对不对？但是要讲经验，讲事实，但是不是说中医不能说理，总有一天我们能把这个理要说清楚的啊。但是现在我们更重要的是整理经验和事实，这是科学研究的第一步。我们的中医研究始终为什么给人家瞧不起，就是我们的科学的研究的第一步没有做好，大家的经验没法共享。你说好多交流的经验都是我是用什么什么法，我在什么什么理论指导下用的，那么你到底用什么方呢？没有方，我自己呢什么什么滋类，什么什么滋品，什么什么放上去，那么你到底用多少量呢？
酌情增加。啊，到底吃多长时间呢？那吃到好为止。什么叫好呢？病人说好，就是很多就没有指标，所以我们的很多的经验是无法总结的。我当过学报编辑部主任，当时我审稿的特点就是，如果你是保密方，不要来发表。不要发表，你保密的方拿来，你不让你发表干什么呢？你发表就是为你好像有一篇论文能够评职称啊，但是我浪费我们的纸张，忘分了，浪费这个读者的这个钱和时间啊。还有什么什么法我也最反对，法下面同很多方，你哪一个方啊？你说清楚啊。有很多人的文章啊，说什么什么法治疗什么，一看哎呀乱七八糟的药，你怎么会好的？根本无法总结，经验没法总结的。我们要总结经验，要用经方，要用原方，量基本不变。那用多了，你才能总结经验嘛。要不然我们怎么总结都是经验来的。现在我们之所以没有成就感，之所以我们对中医怀疑，就是我们对个案都不会总结。整理个案是我们科中医科研的基本功，第一步。但是我们很多个案都没法总结，这个病人怎么好的不知道啊。所以这个我在这里也呼吁大家可能要关注个案，然后个案，你的个案加上我的个案，他的个案，我们千百人上万人的个案集中在一起，那我们就是大样本的东西了。我一直有一个梦，要建立一个全国的一个医案的数据库的平台，大家按照我的要求，按照我的用量统一起来以后，然后把这个医院输入到一个中心，输入到一个软件里，那么一年下来我就可以统计今年我要发布最常用的经方是什么，这个大柴胡汤目前主治的疾病最多的是什么啊，这个效果怎么样，疗效怎么样，就慢慢就出来了。经过若干年的努力，我们就能建立自己的轨道，建立自己的标准，我们就能向世界去扩张啊，人家就按照我们方法用了啊。同时药物也要国家要出面，要组成制剂，从源头抓好质量，不能变成中药市场，变成农贸市场啊，统一起来，那才像药物。说明书重新写，现在我们的中成药的说明书，你们看看，你们看得懂吗？小柴胡汤的说明书往来还能胸前铺满，你叫病人去看啊。 OTC 用药怎么用啊？六味地黄丸12个字，腰酸细软头昏脑鸣，这个能把六味地黄丸的组织说清楚了吗？我和陈作部长一起吃饭的时候，这是他是农工民主党的主席了，我是农工民主党的中央委员，在一起吃饭，我说陈部长要抓一下这个中成药的说明书，小小说明书连着千家万户啊，但是没有说清楚，中医的说明书都是用量不详，作用不清楚，这个副作用不详，都是这个，这怎么行呢？你要说清楚太不容易啊，不研究怎么行啊？啊，我们的经验没法共享，你也保密，我也保密，医学能保密吗？军事要保密，因为它是杀人的，医是救人的，医学的经验是活人的，要不能保密啊！如果要想保密，那就不要来讲，要讲就讲实在的。所以我是这个态度，我讲的全是实在的，可能不定正确，你们可以看出来。那化人容易还是化鬼容易？化鬼最容易，谁也看不见，谁要报你说这个鬼不对，化人难。实在，所以我有一个自学上，我有一个原则，就不求其全，但求其真。我搞的东西不一定全，但是我搞的来我临床有关系。我每天都这个每个星期有4个半天门诊，除了这个星期天还经常看病，我不在那看啊，看了以后我才有底气，才有你们讲啊，你们可以，当然我再说你们都是临床家，但是我至少和你们可以对话。柴胡汤如何来解释柴胡汤的病机啊？这种体质，这种呢，体质女性最多见啊，我称之为就是气虚水不调的啊，体内有风寒湿的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一个病机，不是用简单的4个字能解释清楚的。需要不需要加减？一般不加味，
但也可以加经典防风啊，经典防风。嗯，同时呢在剂量上可以做一下调整，因为里面的芍药号称小大黄，它能通便，所以大便稀的人芍药的量可以是当放小一点啊，这个20克也可以。如果大便干结的人，芍药的量可以加大，有些大便密集一粒一粒的话，你芍药的量可以放到40克50克都可以。黄芩的量不要过大，因为黄芩过量使用的话有时候会导致肝损。小柴胡汤日本出问题主要的问题不是甘草，是黄芩，所以黄芩的量不要过大，特别是在肝病上使用黄芩量很小啊，但是如果这个人热象非常重，月经有血块，量很多，关节肿痛，黄芩加量，加10克、15克都可以。黄芩是专门治疗那种黏膜充血的啊，血有出血有血粘稠的。第三个，这张方服用以后有哪些注意点？注意，如果出现发热，是好兆头，千万不能用抗生素，不能用退热药，让它发出来。这个非常注意，非常好的现象，能发热是好现象。因为有很多的病人，你问他多年不发热了。第二，要嘱咐患者经期的保健，要注意经期保健，经期不要受凉，经期不要疲劳，经期不要熬夜，经期要保暖，这个非常重要。第三个要注意一点，就是要常服，常服的话一般2到3个月甚至半年。那么这个怎么办？我建议大家啊，采用一种每天晚上服一顿的办法啊，每天晚上服一顿可以坚持，而且病人反映这个汤小柴胡加当归芍药汤口感很好，没有那种苦涩味，很好吃啊，这个没有人说不好吃。如果说不好吃，那一定你辨证辨错了。对症以后药是好吃的，这是经方的特征啊。这个有没有什么副反应？基本没有，有的会出现肚子响、肠鸣，出现腹泻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好的。那么也有的人我发现啊，就是吃多了有的人胃酸增多啊，胃酸可能是甘草用量大了，或者是有的出现胃酸，也有的出现啊，要注意，有的出现乳房疼痛，啊，乳房疼痛是不是，提高了雌激素还是什么啊？这个要注意。但是我还在观察过程中间，但基本上是非常安全。有人问男性能不能用这张方？基本上女性用为主，但是如果男性的一些自身免疫性疾病，可以使用。比如说我前不久用这张方治愈了一个青年男性的全脱，不仅头发没有，眉毛脱掉，胡子没有，阴毛腋毛全没有啊，这个非常严重。最后解决问题啊，他用过101，用过什么都用，最后用柴龟汤解决，我认为是自身免疫性疾病，用这个方解决了，但是服用时间比较长啊，前后大约要近一年啊，近一年慢慢长出来，就是一年左右慢慢长好。那么还有男性少年的一个这个反复发作的这个湿疹啊，我认为也是一个和免疫有关系的，这个老是治不好，非常严重啊，也用这个柴龟汤。所以柴龟汤在皮肤科用的也非常多，一些过敏性疾病啊，一些长期的这个皮肤病湿疹什么都能使用。好，我今天时间上有点超了，那么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大家我刚才说的啊，我可以用十几分钟时间给大家回答一下问题。这个有机会我还有很多，这个柴胡类方、桂枝类方、大黄类方、黄芪类方、附子类方，很多类方，经方太好了，经方真的太好了啊。时间不太够哈。你不说这句话他不给我查。先回答两个问题吧。好，第一个问题，他问经方的剂量如何换算成现代剂量，您的应用经方剂量是如何确定的？这个问题，经方的剂量换算现在说法不一，最保守的是1两等于3克，但是现在李可先生啊，包括童小林教授他们都提出来啊，1两等于15.65克，15.65克和3克之间的区间就大了。我的用量我是以1两等于5克来换算，我的换算的依据是经验用量，是经验用量，这是我的老师他们就这么换算过来。
我认为中医几千年来没有中断，前人我的老师的我的老师老师他们的用量可能还是一个传承的啊，我认为还是可以。再一个，临床上用下来患者容易接受，药房里也容易接受，我的法律的风险比较小啊，所以我用一两等于三个，一两等于五克来计算。但是也有些毒药我们按照一两等于三克来计算。这里面又提到了经方适应人群，刚才我讲的适应症的确定来源于个案还是大样本的临床研究。对于这个问题，有个案，但是不仅是个案，不是我一个人的个案，有很多人的个案。我是搞文献的，我从大量的文献资料还有临床报道，从还有个人的个体经验通过也有通过理论的这个分析归纳，形成了我提出来的这个经验性的这个所谓经方应用的一些关键啊，适应症以及适应人群。但这个只是假说，可以这么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我这是假说，这是经验。请问黄老师，梨形肥胖用哪条经方啊？这个也非常，梨形肥胖可以用当归芍药散，也可以用五苓散，还可以用防己黄芪汤啊，你看三个了，还有一个肾浊汤啊，干姜苓竹汤，叫干姜苓竹，干是甘草的干，姜是干姜的姜，干姜苓竹汤啊。那些特别是梨形肥胖腰重如担五千钱，腰冷啊，这个然后坐在水里一样，经常尿频尿失禁，两条腿啊，这个胖胖的肉松软的，用干姜苓竹汤也不错啊，白术量要加大啊。这个是问郭老的，这个问郭老这个医管儿童的，哎，这个可能搞错了，好，这里有一个问题，问经方治疗肿瘤或者白血病的疗效如何？这个他希望要分享这方面的经验。对，我的病人中间有不少肿瘤患者，肿瘤的治疗，经方啊，我现在小柴胡汤可以用，柴龟汤也可以用，但是柴龟汤不够，柴龟汤我经常还要喝上五苓散、半夏厚朴汤，还要喝上这个半夏厚朴汤四逆散啊。就柴龟汤要喝五苓散，这个非常重要，五苓散是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药物啊，这都是这个所以能够解除水毒的、湿毒的啊、风毒的。还有一个我临床上经常用的经方炙甘草汤，炙甘草汤用来治疗那些恶意志的患者。还有一张熟语丸，治疗虚劳的啊，虚劳不足风气百疾啊，虚劳病其实有很多都是我们现在的肿瘤病啊，这个可以用熟语丸。白血病它有，白血病的话以柴苓汤用的比较多，当然还有很多方啊，这个一下子说不好说了。这里面希望我介绍一下小儿发热和哮喘用经方的经验。对，小儿发热和小儿哮喘现在临床非常多见，我的经验，小儿的很多发热大多数有三部曲，先伤气再伤食后伤风，先有情绪，他的起居发生情感的变化，然后再有饮食的不调，再是受风寒，然后就发烧。所以在治疗的时候，小柴胡汤、半夏厚朴汤是一个经常用的方。小儿的哮喘，半夏厚朴汤、小青龙汤、麻杏仁甘汤都是常用方。甚至在哮喘还有一些体质调理上，我们用到小建中汤、桂枝加杏子厚朴汤，这都是常用的经方。经期感冒可以用小柴胡汤吗？
一定要用经期感冒的专方小柴胡汤。热入血室是什么？就是经期感冒。小柴胡汤治疗经期感冒最安全最有效啊、这些感冒如果经期感冒了，这个发热还不容易退，必用小柴胡汤，你其他的还不行，麻黄不能用。还有一个甲状腺瘤的中医治疗，目前甲状腺瘤的中医治疗这个比较复杂，我们我是这个因为无法消掉它，我不好说消掉它，但是不外是从柴胡剂来理论，大柴胡汤、柴胡加龙骨牡蛎汤、小柴胡汤、柴龟汤啊、四逆散、半夏胡汤都是一个常用的方法。好，这个是同样的啊、哦，这也是大家对梨形体型啊、哦，对对。好，非常感谢大家能够静心听我的这个介绍啊，这个我的经验还是非常有限的，我还在摸索过程中间。那么出了一些书，这些书都是我的经验之谈，是我的啊读书的心得，还希望大家呢多提宝贵意见。另外，非常欢迎大家一起来学习经方、应用经方，并且推广经方。那么这个我有一个个人的网站，你们只要啊这个搜索黄黄。经方沙龙啊、就可以了，黄黄经方沙龙，这里面有一个经方论坛，这个论坛上有很多的栏目，你们可以去谈经验、谈体会、谈感想，包括我们啊、要对这个国家有关部门要提出一些意见的，这个上面也有一个栏目啊，叫医事小言。那么我也希望这个我们张处长也还有各位领导能够多关心我们这个网站啊。这个也希望经方这块瑰宝经过我们的努力啊能够继续传承下去，因为这个东西太好了啊、可以说这是我们四大发明之外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的又一贡献啊、绝对不能让它在我们这代人手上失落或者淹没啊，这是我的心愿，谢谢大家。谢谢黄教授啊，黄教授用一下午三半小时的时间，给我们进行了一场精彩的、生动的经方专题报告。黄教授说您致力于经方研究，而且灵活运用临床，取得非常好的效果，为广大患者解除很多痛苦啊。刚才那个黄教授说一句话，我也非常印象非常深刻，也很感动，就是说好的经验给大家分享。所以黄教授毫无保留的把他的经验给我们进行了一场更。分享，因为时间关系呢，黄教授他那个20个小时讲几没讲完，2-5条4的，三大方，所以大家一进，我们的培训班学员呢，其实在上半天在哈尔滨的时候就说啊，确实想看完所有的那个条文跟经方的讲座，周五的时候我跟黄教授我们讨论过，下周我们是不是在我们国家可以聚焦项目里头专门开设一个经方的那个培训班哈。到时候就请我们黄教授啊再来一次深度的串一下，那可能大家可能就收获更多了。黄教授呢非常工作非常繁忙，他那个下午6点他就返回那个南京了啊，所以呢我们再一次掌声谢谢黄教授。按照培训班的惯例啊，我就代表我全体研究学员，代表所有的学员送黄教授一个感谢状，谢谢黄教授精彩讲座。结束，谢谢大家。小慢一点。